觉得这个画面它很特别，很清楚。可能今天完了，你可以做慈善。我觉得它就是巴黎的价格是蛮合理的，对吧？因为它很近。因为它又健康，又可以喝汤。买这个桂圆糕也是来供我自己吃，自己拿来啊，来自己请来送礼。这个桂圆糕是它很特别的，因为又健康。你有什么话讲吗？啊，我想啊，大家都吃的平安、开心、快乐。很开心哦，吃的应该很开心。The new thing, love. You think that it's good or not? Today you are opening, and they want to try this cake. Whether it's good or not, good, they can confuse. Why? Actually, my mom is affected by diabetes, so I want to try this.我买这个观音蛋糕的目的呢，一方面当然我自己要试试下，新加坡特有的观音蛋糕呢的味道是怎么样。同时呢，我也是要送给亲朋亲友，让他们呢试试看呢这个观音蛋糕的特别是在哪。这个观音蛋糕呢，因为它没有用到其他的，这个比较特别啦，因为它的原料呢都是和比较适合很多人吃的。不管是摘的人吃也好，或者是糖尿病人吃也好，不过因为它的原料呢是很特别精致，所以我是觉得呢，这个是对我们健康都是很好的，不管呢是有病没病都好，有健康的话吃得更健康，就是这样。这个观音蛋糕呢，很多人都认为是很可口，而且很特别，因为就是没有其他那种普通的那个蛋糕的盐分。所以我们吃的呢是真的是很好，所以我肯定会买给我们的家人吃。我自己本身也是吃过好几次，我是觉得真的是很可口。只卖38块的这个蛋糕其实是很实惠的，我自己本身就买了一盘，要送给亲戚朋友。现做现卖，那感觉当然是很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蛋糕真的是很新鲜，所以我肯定的，我还没吃到，不过肯定的吃到的话，肯定是很好的味道。